蒜香倒进去吗？把蒜香倒进来哦，倒进这里面，然后呢？把这个加气嘛，往右边拧，右边拧加气。对。然后呢？加气嘛，但是要有。加到多少啊？加到0.4左右。0.7。0.4。加到0.4。你别拧了，零点四就行了哦，加到0.4，然后呢？那这里就有压力了嘛？这里就自动有压力，就不用搞了。然后呢？把这个装到那上面去了。现在。那么对。怎样？把这个拔出来。把这个管材装到上面去就好了。把这个管剪断，然后拿这个管插到哪个位置啊？哦，它上面有显示吗？有啊，它有个，它这有蓝色，有颜色在上面啊。